有一项集合了国内外好手的花式溜冰表演即将登场了，几位国内的溜冰选手今天也同台先露了一手，让大家瞧瞧。花式溜冰国手在爵士的旋律中表现拿下亚洲杯金银牌的高水准溜冰技术，不但秀技术，还有蒙面侠苏洛的溜冰舞剧。今天只是热身，在8月4号台北市立体育馆的花式溜冰表演中，还会有世界冠军跟国内好手同台演出，带来难得一见的溜冰飨宴。初学的都会觉得说是直排，所以直排人口是比较多的。我们这个花式的部分比较少人知道。没有这个管道让大众知道说哦，有四轮这种花式溜冰。原因是说，因为学花式的时间需要比较长一点，学直排的人会比较快一点，可是它的变化就比较少。肩膀、脖子，超痛的。这没做反应，但是我很伤。红的青，红的对。好痛哦。医生说我连跑步都不行，那时候很伤心，连跑步都不行。没想什么，开到心都凉，我就不用溜冰了。比较受伤比较大的，李婉玲曾经那个韧带拉伤了，她是因为表演，去表演的时候韧带拉伤，
那有个杨家祥，他也是韧带断掉，他是更严重。那骨折的，那个简嘉胜也，简嘉胜也是跳最后飞的，那脚是扭伤了，又伤到韧带这样。那曾经有一个选手啊，在这边练习的时候，被那个按摩踢到手断掉，那个徐一平。大概是这样，其他摔的肿的那个算是小伤。我差不多有一年了都没有溜，就是韧带断了，现在好多了。然后我就这样趴下去啊，我就抱着手趴下，我觉得那手感觉快掉。然后不觉得痛，然后就开始，然后旁边这边有一个技术说脱臼，然后说真的，然后开始装死，因为我知道会很痛，接下来会很痛，开始装死，我不痛，然后起来等你们过来，当然会痛。你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对不对？你花了很多时间精神啊，或者你喜欢的东西是这个，你追求的东西是这个，你不可能说，除非你真的没有办法溜了。那当初那个杨家祥的韧带断的时候，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你想都不用想要溜冰了，你下半辈子就坐轮椅了。有一个国手选拔是五月底，然后我在三月底决定要参加那个选拔，就开始练。那每天早上就我有体能教练带我上山下，每天好不是骑脚踏车，那脚踏车因为比较适合这个比较不会负担，是有那个韧带受伤，那时候肌力整个都回来。五月底准备要比赛了，就延到七月，更好，就变整个体能就回来，精神状况啊，肌肉力量啊，就整个条件都回来，都回来八成，有八成五，然后就到七月选拔的那一周开始停下来，就发现说没有骑脚踏车不行，就一直掉下来。大部分如果你要比赛的话，要走比较长远的路的话，要从国小开始。如果没有从国小，很难说从国中，然后有个程度可能非常难。打牌要当心理准备啊！白痴哦！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子的。啊，等一下，我准备一下。我一点脚痛，可我手不会痛哎。对啊，那是真的是白痴啊！就深呼吸前。没有，他到医院就开始这样。不会痛，不会痛，不会痛，不会。找我，你说我都不会痛到手伤甲的。